一天一顿饭啊？在家，回家就一顿。白天在市场忙忙叨叨的，一天也吃不多点儿，就是晚间一顿饱饭，吃完饭往那一躺就不动了。晒一晒，再水一水。这个败家的服务太宽阔了。这原先这壶都能松了。你这样不买去。喂。啊，取回来了，你嫂子去取的，取啥吧。喂。喂。啊，取到手了，你嫂子取的，取了啥吧。哎。啊。喂，他们不知道，我看那就是说他们不用小金子办了，他自己去办了。真嘚儿，交罚款吗？他这个官儿，没交的，明天今天不交了，他们上班了。肯定的，你看穿衣服跟毛逼样。一张领带吗？啊，来，官儿了。这穿西服更那啥，显现出来了。大不敬了。我操，他净从哪的这是朝鲜人吗？哎，没事儿，牛逼，你知道吗？打起来，咱这边中国人不干了。叔叔，你回家感觉怎么样？心情特别好。回到家，回到哈尔滨，你住哪里？哈尔滨哪里？哈尔滨佳木斯。回到家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回家上学校接我儿子回家。山东什么话？看不懂。什么话啊？您是在等什么样的？从哪里来的？为了没有钱吃事。从哪里来的？请问？从黑土地，黑龙江。黑龙江哪个地方？啊，从哪个地方来的？黑龙江什么地方？北安的。你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以前是饭店呢。以前就做饭店。啊。你现在还在找什么饭店工作吗？对啊，找不着啊。找不着？为什么找？很难找是不是？难找，太烂。是地方老板不相中我呀。什么？老板不这不相中的，老板看不好的，岁数大了。你有技术怎么会看不好呢？那你这老板挑人啊，枪不好使。你上一回工作是什么时候啊？上回啊？对，在这里是吧？对。几年前？你在这里多久了？在这里啊？对。俩月了。两个月，那就上一次工作是什么时候？一个月之前吧。一个月之前。十来年了呗，刚点一分钱没到家就。真的，还搁这花钱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今天干，明天不干了，今天三天打鱼的，说两天晒网的，说两句，干这零活吧，干上今天一天，明天没活了，后天没活，大后天又没活了，所以工作不好找啊，工作不好找。最近过去这一两年是不是情况更糟糕呢？还是有没有？有的吧，他还不给钱，你说这干完活了还不给钱，你像是谁？那这老板有的是，头几年多了，物流啥的，现在啥不给钱太多了。什么样的老板？什么样的工作？物流了什么的，工地啥都一样。这边就说这边沈阳这边。啊，对。
今年达到20多万啊？对，今年达到20多万。是什么原因生产高了？什么原因呢？跟这个啥主机有关系，跟主机维修工，这都有关系。算了算了，你就开门。叫他娘的，是不是那个那个那个。这个叫也叫辣椒一类，它叫它的土名叫周天州。嗯。周天州你知道吗？你看。它那辣椒很奇特，没有一个朝下的，嗯，都是朝天长的，对对对，都是红色的。你少尝一点，你尝尝，舌头舔一下这里面的，你尝尝，你尝尝，甜吗？甜的，你尝。Thank you.
起路过，我穿了牛皮鞋，怎么一直搞过哟？我们等再搞。看到前面那个车停下去。这个搞过的哈，嗯。301次列车在二楼检票，有去往满洲里方向的旅客，请您到二楼检票口检票。1301次列车停靠在第一站台的。Ласковая моя любимая, были мы с тобой. Ласковая.